我们来演示300瓦脉冲朝前清洗系统保护镜的更换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个压卷扳手，取下保护镜盖，沿着逆时针方向旋转，拆下场镜，用美纹纸覆盖防尘。 然后将压圈扳手对准卡槽，沿着逆时针方向旋转，取下压环，取出保护镜片，准备好新的保护镜片，确认镜片是否完好，无误之后，装入保护镜片。 放入压环，然后对准卡槽，沿着顺时针方向拧紧，撕下美纹纸，装好场镜，最后盖上保护镜盖，保护镜更换完成。